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陈宝元在亚视演出过不少剧集，世界观 News 讯曾演出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系列的52岁陈宝元，原名陈宝元，近年甚少香港目前出现，现实都在内地发展较多。近日他获得网友再度们关注，因为52岁的他越活越有老味，再加上现实一头银发造型迷倒不少女性。陈宝元80年代后期转为全职舞蹈艺员，与陈小春及谢天华为各一线歌手伴舞，多次于大型演唱会亮相。而多年来他保养得宜，虽然现实已经甚少看见陈宝元跳舞，但做运动方面绝对是令他保养得宜的原因之一。在他微博看见经常与朋友做 GYM 行山、打高尔夫球等，令一众网友大赞，我都想52岁这么有型好 man 被迷倒了。编辑张艺嘉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